读者，大家下午好。现在你们所看到的位置，看到的画面是在这个林氏旧区，这个傲慢路的加强封锁区域内，今天有200名非法外劳将会被移民局带走，押往到这一个移民局扣留中心。这200名非法外劳呢，他们都是没有持有合法的证件，都是非法入我国的。他们也是活跃在这一个PJ 地区的外劳们。刚刚呢，移民局全国移民局总监，不好意思啊，我们刚刚被请。来，各位星洲日报读者大家好，现在是记者所在的地方是这个八达岭寨，也就是我们 PJ 地区欧曼路这个旧巴萨地区。你们可以看到这里的画面，这里呢是有今天有200名非法外劳将会被遣送去这一个扣留中心，然后在完成所有的调查报告后会遣送回各自的国家。这200名外劳呢就来自了印尼、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他们呢也都是已经被确认没有任何的这一个document， 就是所有的证件以及护照这些，他们都是属于非法入境我国，是在我国疫区逗留的非法外劳。根据移民警总监呢这一个凯鲁说，今天抓的这200人是这一个区域的非法外劳，也就是加强区域的非法外劳。然后该局从5月1号开始到今天5月20号，已经在所有加强管制令的地区抓了1700名非法外劳。这些外劳其实都已经完成了这一个 COVID-19 的检验，他们的报告都是呈阴性的，就是说没有确诊，然后才会被带去这个扣留中心，以免这个病毒继续扩散。该局将他们带去扣留中心过后，也会紧密的监督他们所有的情况，以免他们出现任何的病毒感染。抓完了这些人之后，他们会在完成所有的调查之后，再将他们遣送回自己的国家。接下来看到的画面就是我们的移民局官员在将这一些外劳们陆续的安排上这一个扣留这个警车或者是罗里上，带他们让他们回去，让他们都去这个扣留中心。这200人呢是在这个PJ地区的。手里啊，手里啊。这些外劳都是都被移民局官员以手铐扣着了。没看到，因为我们不能挡着其他的摄影记者，只能以这样的距离让大家看到所有的画面。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批女外劳被送往这个被押往这个车上，这一批都是女的哦，男的在另外两车，他们有把男女都分开。
他们今天两百人的数目是移民局总监给的，但是分成多少男女呢？移民局总监并没有详细的说出，但是现场目测呢是以男性居多。满了，等一下还会有其他的萝莉将外劳送去各自的扣留中心。不好意思，画面会有一点摇晃，是因为记者在这个场面。现在已经有两辆这个萝莉会被送走，已经载满了所有的外劳。现在镜头给你们看到的是还有一批大概100多人吧的外劳还没被送走，他们都在等着。大家看近一点，镜头摇晃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现场，我们需要一直走来走动。这些外劳分别来自印尼、印度、孟加拉跟这一个巴基斯坦。那可以看得到这里的现场的媒体是非常的多的，我们避免挡到其他摄影记者，我们必须要经常走动。读直播的读者大家下午好，现在你们所看到的画面是记者在 PJ 地区，也就是这个加强管制的傲慢路地区，就 PJ 的旧巴萨地区这里呢进行现场采访。这里有200名活跃在这个加强管制区的外劳，今天将被押往去扣留中心。他们这些外劳都是非法外劳，刚才移民局总监有开路有说，这些外劳都是没有合法证件，都是非法入境我国，他们将在今日被送往移民局的扣留中心，在完成所有的调查后，他们将会被遣送回各自的国家。我们就没有冲过去，看他们怎么上楼里，我就在这里看他们怎样，等一下怎么被遣送啊，安排上这个移民局的萝莉上。你们可以看到移民局的萝莉，总监也有说，他们该局在5月1日开始呢，就在所有加强行动管制的地区，就包括了舍朗阿门省、马来亚门省、巴萨博隆、舍拉样啊、PJ 啊，所有的加强管制令地区，
排查这一些非法外劳。这些非法外劳被查到没有证件之后呢，他们依旧会进行这一个冠病病毒检验，在确定没有感染病毒的情况下才会被押往到这个扣留中心。所有被押往扣留中心的非法外劳呢，都已经进行了这 COVID-19 的检验，也被隔离了14天。就算是如此呢，移民局把在他们扣留期间也会确保他们的身体健康，给他们足够的食物和水，然后一旦他们出现症状也会安排医生来看治疗。第四辆准备将这200名外劳都送去这个扣留中心，刚刚已经送了2辆，都带走了一些妇女和一些小孩。现在呢，现场留下的都是一些男外劳，他们也将会被送去扣留中心。一些画面，让你们看一下我们记者们如何进行的采访。现场除了大批的官员，有大批的媒体在采访，让你们可以掌握第一时间掌握所有的消息。这一个移民局的罗里装好载满了第一批外劳，然后第二辆又来，现在你们看到第二辆，应该也是第四辆的这个罗里又准备好了，准备将另外剩下的外劳全数载走。今天被载走的外劳是200名左右，他们都是活跃在这个披界旧区巴萨地区的。将被送去这个移民局的扣留中心，至于详细地点我们并没有哦，只能告诉你们是移民局的扣留中心。
人去移民局总监讲了，这些被逮捕的外劳在这一个调查完之后都会被遣送回各自的国家，并列入黑名单中，根据他们所犯下的错分批的列入黑名单。列入黑名单的呢，通常以后就不能再持证进进我国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200名外劳已经全部被安排上了这个移民局的楼梯，也代表该局今天的任务将暂告一段落。而这个 PJO 套呢，在5月10号开始就被列入为是一个加强行动管制令期，今天已经是第10天了。他们预料是在5月23号，也就是3天后进行解封。至于会不会进行解封呢？我们要再等到5月23号才能给《新州日报》的读者一个最新的消息。但是根据今天的情况呢，我们不排除解封在望，因为已经将外劳都送去了这一个扣留中心了。现场可以看到所有的铁篱网依旧是在这个地区围绕着，军警人员也在这个帐篷内执法，天气是非常的炎热的哦。这些被带走的外劳没有罗兴亚人，他们是来自印尼、印度、孟加拉跟巴基斯坦人，并没有罗兴亚人。读者，你们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情况吗？这里的情况其实大部分已经完成了，也如大家所看到了，200名的非法外劳已经被押送上这个移民局的罗里里面，将会押往到那个扣留中心进行接下来的调查以及遣送回国。如果你们还有没有什么想要知道更了解更详细的话，这个直播将在几分钟之后关闭。这个今天的200人只是限制在这个 PJ 的这个欧套的这个加强管制令区，而其他地区的呢已经在之前开始逮捕了。移民局是在5月1日起开始走进这一些加强行动管制令的区域，去调查这些所有的外劳，将这些非法入境我国的或者是没有持有合法证件的外劳一一逮捕，然后送往到不同的扣留中心。移民局至今呢已经抓了1700人左右。OK， 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是移民局的罗里开始走了。这些所有1700人呢，根据刚才全国移民局总监这个纳多凯鲁他表示，这1700人都已经完成了冠病病毒检验，所有的检验报告都是呈阴性的，都是阴性就代表是 negative， 代表他们是没有中病毒。而有些外劳甚至已经检查过2次，2次的结果都是阴性。除了这些之外呢，这些外劳已经完成了14天的隔离。尽管如此，他们被送去这个扣留中心之后，这些官员们也会严密的监督他们的所有的情况，包括给他们足够的粮食和水，以及观察他们的健康情况。一旦出现任何的不妥，将会第一时间给予医药援助。好，所有的外劳都已经被送走了，在这个区域里面的非法外劳。而其他合法的呢依旧能够在马来西亚。然后凯鲁也说，这些外劳被送
被押往这个扣留中心之后，会进行身份的调查，他们一些事迹的调查。一旦确认了身份无误啊，然后拿到了那个证件之后，会遣送他们回国。移民局也会依据他们在我国犯下的罪行，而给予黑名单的处罚，就包括了永久不能入境我国，或者是取消他们的资格、身份等这一些种种的惩罚。像可以看，这些，这些都是我们的移民局官员，他们正在进行这一个 briefing。直播报道呢，其实也接近的告一段落了。在最后呢，记者呼吁各家，在疫情期间，就算是放宽了行动管制令，大家也应该多多待在家，没事不要出门。我们要靠自己的能力将这个病毒的扩散阻啊，患者传播网切断，让我们尽快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谢谢大家。任何所有的疫情的情况，请大家多多留守我们的新州日报，包括了我们新州网、我们的电子报、我们的报纸等。在这段时间，我们非常需要大家的支持，谢谢，再见喽。